不会吧？他应该不会撞吧？有这么笨吗？他看起来开得超稳的、啊，他感测得到地形呢、欸。我刚找了一个别人工作房做的潜艇，才真正了解到恐惧源于火力不足。怎样？他们自己做的炮塞满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像高速向下走？向下移动中啊！等一下，怎么好像有一个深海龙王在搞我啊？末日蠕虫是什么啊？我一开始就遇到这个奇怪的东西，这时候玩个屁呀、啊！下一把，请这个最便宜的，可以打中文吗？废物！哎、欸，靠背。我怎么觉得 NPC 好像比玩家还强啊？他可以马上知道要做什么事，尤其是修理的部分。哦，可以切 AI 哦，对哦。我竟然完成任务了，哇！兄弟，还好我发现你了，兄弟。为什么救不了他？干，他死了。我不是按保持当前位置吗？他怎么在往下？什么声音？为什么有人在敲门？哎、欸，这个一个人真的。好像没办法嘞，这种路人房到底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我很好奇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格林机关枪哦！它还有红色的潜水服哎、欸，还有蓝色的。我们都是穿这种最大便的黄色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复活了？我只是在看戏的、欸。赶快跑！